怎么灭蟑螂？杀灭蟑螂是一个长久且又头疼的问题，杀灭蟑螂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。那么该怎么灭蟑螂呢？蟑螂总是神出鬼没的，有时候你才看见它出来，刚想用鞋子拍它，它就迅速地跑不见了。这时可以准备一个塑料瓶，并且用剪刀将塑料瓶的头部和底部剪下来，然后往塑料瓶里面倒入一些红糖，红糖是甜品，可以吸引来蟑螂。接着往容器里面挤入一些洗洁精，洗洁精会堵住蟑螂的气孔，造成蟑螂窒息而死。蟑螂在厨房也会出现比较多，因为厨房食物多。我们可以在蟑螂常出没的地方撒上洗衣粉，蟑螂吃了洗衣粉的话就容易死掉，再用开水将晕死的蟑螂烫一遍就可以了。